鬼赚奶粉钱，谢天华食虫饮料。谢天华自离开无线之后就自己开公司，主力都是回内地赚人仔，去年仲荣升人夫，梗系乜都做，破水搵奶粉钱啦。早前他就参加东方卫视的真人 show， 在镜头面前作出大牺牲，一啖食晒啲虫，认真重口味啊！不过你哋以为食虫已经够晒核突，少年你太年轻啦！扎实最难顶的其实是饮料，他哋食完虫之后冇耐就被主持人要求饮翻自己的料，为了养家，谢天华更加同各位观众饮成，大啖啖干咗佢，果然真汉子啊！事后谢天华就话味道虽然难闻，但系知道系自己嘅嘢，所以唔会咁难受，冇考虑太多时间就成支饮醉啦。不过节目出街之后，就有网民话啲料嘅颜色太浅，质疑佢同艺人饮嘅都系假料，只系拎嚟引人睇。扎实艺人饮料，谢天华都唔系第一个噶啦，就好似陈启泰咁，有知佢就饮料易甩头发啦。